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收看我的频道，我是云中龙。我们今天继续玩 FF8， 上次讲到准备越狱了，现在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呢 要去攞返啲武器先。攞返啲武器先。好啦，咁呢而家睇先。呢度冇得入，红色灯即冇得入啦。啲武器会喺边呢？喺行呢度，咁样兜个圈落去下一层，呢部戏应该下一层，第五层。哇，每次都要咁兜一个圈喎，入唔到。兜个圈。再过嚟呢边，落第四层，啲武器咁低嘅咩？兜过嚟呢边，再过。再落哇，第三层转兜个圈，哎，又出嚟啦，又出得2000蚊。再落哇，唔係最底係嘛啲武器？嗱，紅色應該入唔到，我行過去冇反應，道門都唔開，應該係落到最底噶啦。走走走走走，落呢度最底啦，最底一層啦，可以落。不過咧，我想兜多個圈睇下呢度有冇咩特別嘢先。都是冇乜特別喎，啊。OK， 最底最底一層，咦唔係喎，最底噶咯噃。誒，咁我啲武器去曬邊啊？誒，奇怪啦！唔係最底嗰層，呢度有乜落啊？冇噶咯喎，落到最底嗰層。我睇下先，呢度係咪仲有咩路咧？我睇下先。冇啊，就冇路行啦。嗱，啲紅色嘅門即係代表鎖住咗，鎖住咗入唔到。係啊，入唔到。呢度係牆嚟啫。入唔到啊！好，咁都應該 miss 咗啲嘢，我哋上上面睇下先。上第二層，等等啊！第二層。呢度兜个圈，再行上，第三层，即系唔系落啦，要上啦。落系冇用嘅，得落系冇用。头先我由第几层开落嚟嘅？好似第五層，即係上翻兩層就 OK 嘅。上四
好。嚟緊咧，係啦，同大家講下，嚟緊都會玩翻多啲 FF。我想盡快爆咗，因為咧龍珠咧暫時日版咧，佢出完古拉之後都冇咩更新。出咗最新嗰只比達仔啦，但係比達仔我搞掂咗啦。咁啊，跟住佢就私底下練緊佢嗰啲 level 啦，即係嗰啲刷緊技嗰啲嘢啦。咁嗰啲就都唔係話太大嘅，要嘥太多時間。咁所以暫時咧就龍珠咧就可以輕鬆下啦。咁而家咧就會玩翻多啲嘅 RPG game。咁啊，會玩翻多啲其他嘅遊戲。好，係啦，所以就其中就係呢只 FF 啦，我想快啲爆咗佢啦。咁爆完呢只，我就再開到第二個 RPG， 因為仲有好多我想玩。咁但係咧，我就唔想話一次過咧又兼顧呢度 RPG 咁，即係兩同時間兼顧兩隻嘅 RPG， 咁啊變相我會吃力一陣。所以咧，我就決定咧全力爆咗呢只嘢先。即係頭先度嚟嘅，即係上啦。上多層，哦，原來武器喺呢度，頂，早知係咁咩啦，向上行啦，俾翻啲武器我，呢個係主角嘅把劍，拳手是用拳头的，所以不需要武器的。空拳，剁剁，钉过。我唔记得装翻啲召唤兽落去啊，所以系先危险啊。如果佢系难打嗰啲就麻烦。OK， 收翻啲武器，跟住走。佢救翻主角啦！呢度呢啲獅子咁嘅物體係咩料嚟噶？幫又幫我哋喎！好，有武器，大家攞住出發。做咩個個介紹自己嘅武器啊？呢個係冇嘅，用爪嘅啫。好，先攞翻啲召喚獸落去先。如果唔係咧，好危險啊！頭先呢個係嗰個女人裝翻落拳手度就掂啦。咦，其實佢有噶咯喎，一隻呢個係咩嚟噶？呢兩隻係自動加魔法，以力為主，冇錯，以力為主。跟住呢度咧，魔法使用，魔法抽取力 ，HP 魔力，将只呢只系嗰只，以力为主 ，HP 力。练力，力，呢个系女人，
佢咧就要以魔力为主，咁呢个要小心少少嘅，就系嗰个魔法咧要拎走呢、這个，如果唔系咧有属性咧，一阵打人咧就麻鬼烦，咁啱益咗佢嘅属性咧就好麻烦。OK 得，咁而家咧就应该 OK 啦，咁就。應該可以，咁啊，主力都係用，哎，越獄啊，而家係啊，裝翻好曬啲，我實驚你而家仲，攞咗武器即刻走。好啦，咁咧我有拳手我都未惊过住，嗱我拳手咧长期冇血嘅，啱咁样，咁务求咧做瓜你可以尽快地，先试下你哋先，砍拳，再砍多拳，鞭策。哇嘿好来啦接着拳法来了欧耶莫的穿心拳死了哦刮柴哦死未？哇！我相信你死咗啦，已经。好走。哇！去通风报信啊！我哋上啦，而家我哋要上去。哇！喂，赢咗，赢咗就走啦，快啲走，快啲走。上上上上上上。兜个圈睇下有冇嘢先，呢度好似冇乜嘢啊，兜个圈睇清楚先。好，上，再第九层，哇，主角第几层啊？又出咗2000蚊，再上第十层，第十层，十一层，十二层，我见到啲狮子啦。
好上。你啲唔同喎，呢度呢边系。出嚟，都望住咗。唔理你。啊？开？点开？啊！里边，喂，点开啊？开唔到喎。吓？点开？我睇下先。嗱，好啦，呢度有啲問題啦，咁我要 check 一 check 先，轉頭翻嚟見。好啦，翻嚟啦，咁啊，揾咗一段長嘅時間啦，終於開到呢度門啦。原來咧，下面有個掣嘅，最底嗰層，咁要兜翻落去再開翻掣，就走翻上嚟。好啦，呢度應該係，揾到主角啦。話時話，你媽少緊兩個，嗰兩個喺邊啊？好，拿翻把剑先。好嘅，唔该晒啊，狮子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准备逃走啦。话时话，仲有两个喺咪度啊？嗰个女人同埋嗰个咩咧？嗰条女同埋个枪手咧？开掣，开住掣，跟住呢个咩嚟噶？呢个呢个边度嚟噶？哇，话时话真系 OK 嘅，佢啲画质咧。即系咧，好似动，好似嗰啲科幻咁样喎，就真系，真估佢唔到啊！你睇下，好似呢，哇！做乜？我做地底喎。喂，有人追住喂，阻住我地球转，我唔知做咩事，俾人追咗。哇！我睇下第二招先，咁啦。
开牌。走啊！哦，靓！哇，扫射紧！点走啊喂！哇！而家突然间嚟个枪手，佢走咗去边啊？呢？好啦，咁啊，全部队员就齐晒六个人，咁而家走人啦，要系嗰支左轮嚟喎，系咪？唔系个散弹，哇！咁劲嘅，我哋要咧多条女啦，教官，好就咁啦。好，我哋而家向上行。上上上上上上上，第十层，哎，撞到敌人啦！哇，咩嚟噶？死啦！癫！我知点解，因为咧啊，我攞咗呢个俾佢，我要攞翻只呢一只攞翻入嚟先。如果唔系咧，就会撞到敌人。我哋要唔撞敌人咧，就要先装翻呢只先，装翻嚟，然后咧力精神。呢个 GF 咧就唔需要魔法，使用道具同埋抽取魔法三样嘢得啦。咁而咧，装备嗰个嘅魔法咧就以呢个力优先，就执执下。咁呢度咧都系唔可以有装备魔法嘅，如果唔系咧好大镬，一阵间咧。咁啱撞隻係嗰個屬性咧就麻鬼煩啦。好，第一隻，咁而呢度咧都有一隻，不過冇人裝嘅呢隻，
你就唔喺队伍里面，就攞翻出嚟先，将呢只装备俾女主角。魔法，同埋抽水，道具，同埋抽水魔法。呢个就以呢个嘅 HP 优先。主角嗰度俾一只啊，嗱，等我执执先啊，我中意，俾一只冇乜用嘅佢先。呢只攞翻出嚟，俾下面嗰个女教官。G F， 系咪啊？因为俾咗佢用啦，咁我就可以顺势呢度再装啲指令啦。呢个咩嚟？抽出。好，咁咧呢只都未用过，回复系魔法制造。呢个练好咯，呢个召唤魔法力，道具好就咁啦，非常之好。我哋继续上嗱，咁啊，希望可以咧喺今集度咧就离开呢个塔啊，呢个一个塔啊，一毫无疑问个塔嚟啦，向上上。嗱，咁啊，而家就啲嘢装备翻好晒，就已经 OK 噶啦。哎，跌咗龟嘅，得翻1500。有乜解救？点解？上。呢有条路可以捐过去，再上。好，应该得啦。哇，好有型啊你！8层，这个就落，哇，这个要小心一点先了。都要向下落，一个向上上，一个向下落。哇！顶，中间有啲嘢顶住我，走啊！快啲走啊！哇，完啦，唔紧要，呢个都好快打死啫。阿拳手喺度。有呢啲咁嘅機械係咩嚟㗎？哇，43咁弱嘅，走，快啲走！落，睇下先。呢个咧，拳手咧，而家我装备咗一只嘅
火焰俾佢，地獄之火。咁呢個係練緊力，咁嗰個就 OK。拳手要練力。好，主角呢度嚟到呢度啦。做咩？上，好啦，上到啦。咁上面应该未上过嘅，哇，地方嚟噶，呢部电脑好叻，照相上咗先。哇，一堆机械喎，出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就去到呢度先啦。咁啊，下次翻嚟我哋继续玩 FF。咁啊，中意影片俾个 like 我，记得最紧要就系订阅我。咁下次翻嚟我哋睇下个剧情点样啦。咁啊，好多谢晒大家今日收睇，再见啦，拜拜。